来，你看看他有什么？哎呦，真了不得，他有个佛眼。哎，你不错不错不错，你行，你有前途有前途。有个人，你看我这头有什么？哎呀，你都是四魂做个什么东西呢？哎，有点本事，行行行，有点本事，就这么搞。这个东西呢，实际本来是个意识造型，意识造型。如果真要是有这么个气功师，他随便能抓佛爷，给你个佛爷，给他个佛爷，那佛爷太不值钱了呀。那样佛爷管事吗？这有个气功师，那得真的成了造佛爷的了，佛爷祖宗，对不对？他们家敬佛爷，给你一个，随便给吗？我得开玩笑讲啊，我这个人也许当个造反派，就那时候当造反派的时候去斗走资派，拉过来就斗，拉过来就斗，拉过来走资派过来斗斗你，那个佛爷就这么听着说，佛爷过来上他脑袋上栽过去，那不差不多吗？差不多吗？所以这个情况有这样的佛爷也不值钱，也不值钱。但是呢，有些人就信，就信。不过这个人死了，这个人死了，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死的时候，你不也不好意思说，我他死了以后，你回去问我的方老师这怎么回事，谁谁谁怎么那么情况？我说这就叫意识造型，不要把它信以为真，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咱们在讲意识造型，不讲过这个问题了吗？我们将来以后碰到这些东西，不要上当受骗。我们有些练金功的人，本来练练功有点本事了，一定说掐诀念咒有佛爷造佛爷，哎。去信佛爷去了，搞坏了，搞坏，走回头路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要特别注意。意识造型里边还有更多的内容，有的徒弟带着，有些学生老师啊，带着徒弟上天，徒弟跟着老师上天，怎么上天呢？你以为这么哦，这么上去？不是，啊，我这一讲课，你们都闭上眼。闭上眼，我带你们上天，大家闭上眼睛，我在上面，你们在下面跟着，你们拉着我的衣服，我说我带你们上天，你看他到天上拉的又不说话，半个钟头，好，行了，回来了，你们谁给我上天了？还有这，哎，老师我给你上天了，天什么样你说说啊，说说你上面几个上天的，一说都差不多，跟着上来跟他差不多。这么一来呀，这个徒弟们也真叫对老师佩服的五体投地了。你看老师能带着徒弟们上天，我们上不去，看来我们没本事啊，我们没福气，我慢慢跟老师慢慢跟吧，哪天有福气跟老师上天呢？你要没上天，为什么叫师兄弟几个说的一样，哪儿哦上天，老师带着人，哦到天半截空，天上了，到天台了，天台什么什么样子，从天台怎么走，哦那什么什么样子，到那怎么走，哦那什么样子，一说说的路线差不多，不是上天怎么能路线差不多呀？这都信。过去道会门那个坛主们，有些有本事的坛主都这么干啊，都这么干。以后下面这个坛，这个到我们这个，哎呀，给一个坛主交钱呐、啊，给你上，你给你上天上天堂，给你给交点钱去，给我买个座儿，给买个座儿，天堂买个座儿去。以前到后面都这么干，而现在气功界里边有的人还这么干，气功界里边还这么干。实际是个什么问题呢？反正不管现在气功师们他们怎么搞的，我们不管他，你实际上是起到这个作用。他这一练功，闭着眼睛一想。一股劲儿，哦，这劲儿出去了，对那个人的形象出去了。到了半天宫，到个天台那个位置，因为我研究过道会门呢，他们哪个门，他们怎么出神，出哪个神，怎么走，好多道会门他们怎么走，我都知道。因为我研究过道会门，不是，也道会门有民间宗教啊，宗教里可以有气功，我有几个老师就是民间宗教的气功老师们。所以他哪些个门一出去，哪里怎么走，到哪儿。反正有几个门里边的我知道，当然好道会门我不都知道，咱们道会门有恐怕国内的道会门有几百种，我就知道几个。到哪儿去天堂怎么走，然后再上哪儿去见哪个佛爷，到哪儿怎么走，这个人他自己这么走了，
由于那个徒弟跟他练功之后呢，有点本事了，练功一段了，比较敏感的人就把他想的这个东西感觉到了，就感觉到了。所以这样呢，就感觉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几个徒弟不是事先商量好的，就是当时感觉到了。这几个人比较敏感一些，实际这叫做意识感传。他脑袋出造了这样行了，他那同学感觉到了，这几个人的的确确是敏感一些，但是不是上了天了，上天是假的，上天是假的，感知功能是真的。这一点将来我们在搞气功的时候，在到了各个地方去看见东西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上当啊，不要上当。像这种上天的办法是从哪儿来的呢？道口门怎么编出来的呢？哎呀，我已经翻书没注意，最后翻到列子。我在跟民间同学老师练气功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可怎么，我说我怎么，他们都说我跟着老师上天了。贺明，你上天了，上去了，都说上去了。我说我就没上去啊，我每一次也没上去啊。他们还说，那时候老师讲，贺明要带你一次啊，累得很。为什么？我说我一次我也没上去，怎么你们累得很呢？这老师怎么还？人家师兄弟也说，哎呀，贺明，你这一上，你都跟别人跑得快，你非冲着别人前头就不行，别人拦都拦不住你。有时候你还想把老师还使劲捅，还捅过几下。我说我脑子就没有动啊。有人带上天的时候呢，我那是比较早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师兄弟也说我上天了，老师也说带着我上天了，说带我一次还比别人还累得慌。我说我怎么就没上天呢？我没上啊。我就总觉得我这边气儿呼呼呼，我总觉得这边气儿在呼呼动弹，我脑子就没有出去过。啊，以后我翻到列子里边就记载一段，说这周穆王啊，说碰到西方来个化人，说这化人能带人上天。带人上天吗？他就说好，说你带我上天吧。那个画人就说，你拉着我衣服，闭着眼睛。周穆王就说，一会儿说上天了，上天以后天宫啊真美呀、啊、真美呀、啊、美了一会儿呢，他以为是那画人的那个住处很美，紫霄云府啊，这真好啊。等会儿说再带着没有去，带着他要走到一个地儿呢，那个地儿非常不好，他觉得哎呀这地儿可不好，回去吧。回来了睁开眼一看，他觉得奇怪，哎，说怎么方才出去那个地儿，那人跟这人有点相像啊，跟这周围那些个使唤人那么相像。他就问他们，他说方才我上天了，你们看着没有？他说你一直在这坐着呀，你没动的呢。怎么没动的？他就把方才经过说了说。他是说呢，怎么看到那些个人有点像你们，人数也差不多，跟像差不多。哎呀，他那书记写了，都是完全你脑子默想的，你自己默默的想的东西，那是那个画人想的，感觉到了。列子里面写的这一段东西啊，跟现在道会门他们搞的完全一样，说的话都一样。他拉着我衣服，就从列子里面那么搞起来的。跟列子人说经过了，他就出于默想，沉默的默，默想，这是默想的缘故啊，默想的缘故，不是真的。可是现在呢，他们把说的是真的，就是真的。所以跟列子最古老的著作里边有这么点差别。一列子这边说做的方法像你拉着我衣服我带你上天，做的法一样。可是列子讲的清楚呢，他们是啊，那不是真的，是你自己脑子里边想的。而现在这个气功师们，他把这说成是真的，也带着上天，说的是真的。这个问题我们把它的出处都找出来了，就找出来了。所以我们搞正念功的人呢，对这些问题一定要一个明确的认识，不要上当。这就是第五节咱们的正确对待真妄相功，就讲那么多。
下面一节呢，咱们就从正面讲一讲意识怎么回事情，意识运动什么东西。我们讲讲意识的物质性，意识的物质性。我们讲意识的物质性啊，是从智能气功科学讲的。我们讲意识这一章都是从智能气功科学讲的，但是它里边有些基本问题接触到了哲学的问题。虽然我们不是从哲学的高度讲的，但是呢都碰上这些问题了。因此我们后面这一节里边呢，你要讲这个意识运动，也就必然要碰到一些哲学上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把哲学的论述拿来讲述一番。我们讲述这番的目的是从来哲学来论述一下，我们这么智能功这么讲不完全错啊，有根据。但是呢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的是从气功高度讲的，而不是从哲学讲的。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这在88年吧，我让安徽去讲课，有一个人给我递条子，他说你智能功讲说气功科学，气功科学你还讲反对迷信，实际上你讲智能功并没有反对迷信，你是只是讲了反对客观唯心主义。你说有神你反对，实际上你在宣传主观唯心主义。你说意识起作用，这主观唯心主义。当时我在那个会上我得回答了，我说这个问题我们不是搞的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有，它是个历史哲学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哲学史上王阳明为代表。他说五心即是宇宙，我的心就是宇宙，宇宙都在我心之中，整个宇宙在我心里边，这主观唯心主义。佛家的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他说一切唯心造，一切都是心造的，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心造的。关于这个主观唯心主义呢很好破，怎么破呢？都是你造的，这么多人怎么办？100个人，周围世界都是我造的，周围这人也都是我造的，那么周围这人，你是，我就说周围人都是我造的，你就说都是你造的，他就说都是他造的，到底谁造的？这个主观唯心主义拿这一点一驳就破。所以在历史上啊也曾经有人这么驳过这个问题。我们智能功讲意识作用并不是搞的主观唯心主义啊，反而是什么呢？我们智能功搞的是精神唯物论，讲的是精神唯物论。而且我们讲精神有它物质性，精神是一种特殊的运动，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搞智能气功科学要认识它，只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地发展气功学，才能使更多的人共同来搞气功学。现在有不少人呢想练气功，想研究气功，接触气功一段以后，哎呀快走吧，别接触气功，气功搞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他们强调精神作用。实际上强调精神作用并不是说就是唯心主义，你把这个精神作用放到什么这个位置上，这个作用大，大到什么程度。我们讲精神作用意识作用，作用很强但不是无边的，精神可以作用到外界事物，可以使外界事物发生变化，它不是说整个是宇宙都发生变化，不是无边的，不是无限的，是这么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呢讲到这个问题上，希望我们同志们要认真对待它。从我们这么讲和我们当代搞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没有矛盾呢？有没有矛盾呢？没矛盾啊。今天还有点时间吗？我就谈谈这些问题啊。在咱们书上啊
在咱们书上啊，是作为一节来讲这个问题喽。首先是说呀，首先讲啊，讲哲学问题，你就必须得用哲学作为根据啊，因为讲到意识，它就和精神物质、精神物质两个对立的东西啊。你讲精神有物质性，精神有物质性，那么对辩证唯物主义怎么来解释？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精神物质对立吗？我们说对。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么讲的，就这么讲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可从来没有说精神不受物质运动啊，没讲这个问题啊。我记得我到各个地区讲课的时候，有一同学跟我讲说，老庞啊，你讲智能气功我哪点都同意，就是你这么强调精神作用我不能接受。我说为什么不能接受？他这么搞不就成了唯心主义喽？啊、哦，精神你想的病好了就好了，想动他就动，不成唯心主义喽？所以我搞了，所以我告诉你老庞，我是搞了一辈子革命的。我虽然马列主义学的不多，但是基本道理我还是懂啊。你要是让我搞气功我都支持，但是你要让我反对马克思主义，我是掉了脑袋也不干。哎呀，我这同志，我说咱们谁让你反对马列主义了？咱们搞气功得捍卫马列主义才行呢。你捍卫什么？你讲精神作用。我说讲精神作用，我说精神有物质性，精神物质性哪能说精神有物质性？精神物质对立的。我说这个观点可不是我说的啊，我是恩格斯说的。我说恩格斯讲过呀，讲过呀，他说物质的运动不仅仅是单纯的位移运动、粗糙的机械运动，还讲什么光和热、电压、磁压、化学分解、化合、生命、意识。我说自然辩证法里边讲的清清楚楚啊。恩格斯讲物质运动的时候，有机械运动一般的啊，这个东西动一动，机械运动；再深一点的物理运动，光电磁啊，这也是物理运动。这个运动，化学分解化合，化学运动，生命，生命新陈代谢，生命运动，人们精神活动意识也是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很清楚吗？我知道恩格斯讲的呀，意识也是物质运动一种形式啊。所以恩格斯还讲过这个呢。哎，我说对了，我说我搞气功就专门找这个，哎，就专门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怎么讲精神是物质。我是也学马克思专门找这个。好，你好支持气功啊，要不然你气功怎么立起来啊？哎，有人就讲了，老庞讲的不对，精神是运动形式，恩格斯讲了，那我们不能反对，是运动形式不等于存在形式。物质运动是一种运动形式，不能说就是一种物质它就存在形式。哎呀，我说这个问题啊，我看有能有不是物质的运动，能有不是物质的运动，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吗？不运动的物质有吗？没有物质的运动有吗？运动形式可以成立，恩格斯讲过，但是运动形式不能和存在形式等同起来。哎呀，我说你要是这么说呀，我说我还得帮恩格斯啊。我说恩格斯也讲过，恩格斯也讲过，就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啊，这物质的运动，他讲了，就是物质的运动就其存在形式来说，物质的运动，说物质运动就是存在形式，所以物质的运动就其存在形式来说啊，它都是，这物质就是存在形式，从机械运动一直到思维都是如此，是运动形式就是存在形式，恩格斯讲的清清楚楚，也是恩格斯讲的，也是恩格斯讲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讲意识有它的物质性，讲意识物质有物质性，这不是我们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时候，他们也讲了，一直强调精神是物质的产物，物质的产物，脑子的产物，
而且讲了他们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克斯讲了这个问题了，李宁也讲了。李宁讲，他说肌肉大脑皮层卷特殊物质内部运动状态，也讲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这里面也不是我们独闯的啊。毛泽东也讲过，不过毛泽东讲那个材料没发表，这个在辩证唯物论提纲。一般在他在央案的时候讲矛盾论实践论，这是矛盾论实践论是辩证唯物论提纲里边的哲学的两部分内容，而前面的物质论、意识论等等这些内容没有发表。在这个材料里边，他也讲了物质这个意识是物质运动形式。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大师们他们在讲意识的时候都没有否定意识的物质性，而是肯定了它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所以我们正是由于认真地读了一下马列他们的关于哲学的在意识方面的论述，我们才在气功这门学问里边敢于这样去讲它。现在来看一看呢，气功的发展恰恰为马克思主义大师们、哲学大师们他们论述的意识物质性提供了科学的根据。以前呢，这些大师们他们只是从哲学的高度去总结了意识有它的物质性，那时候还没有科学证明它，那时候的科学还没有进入到生命领域，而当然了，现在的科学也还没有进入生命领域。气功特异功能这些年它正在以科学的面貌飞快的步伐向前进，已经接触到了意识领域了。很多试验标明了意识可以改变客观的物质状态。咱们在讲意识作用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能够改变客观的物质状态吗？咱们不也还讲了王震那个铁球的例子，还讲了美国的一些个试验。近些年来呢，气功很多气功师也搞了一些试验，特异功能也搞了试验，搞搬运的试验，把药片从里边搬出来试验，做了很多这样的试验。这些试验证明一点，人们的意识可以把外界物质呢变一变、动一动，就说明意识有力量。有力量，意识活动有力量，那么力量是什么？不是物质的吗？如果我们不承认力量是物质，那么就成了唯心主义了。这里边引了列宁的一段话，说了这个问题啊。所以讲嘛，这唯心主义科学家，如果他们不承认力是物质的话，说这些科学家就得看到幽灵了。所以列宁讲这个讲得很诙谐，也很生动。如果您要不承认意识一般，把它搬走了，你要不承认说这个力量不是物质，那么是什么？那只能说幽灵、鬼、上帝，只能如此。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的科学来研究气功特异功能拿到了很多科学实验，这些科学实验证明了意识的的确确能使外界客观物质发生变化。那么外界客观物质变化只能是物质的力量才能使得变化，这样就从科学的高度来论述它，意识也有它一定的物质性。那么从哲学上，这个大家们他们的论述，从现在科学它的结果都证明了，都可以认识到意识有它物质性。这么一来呢，是气功这个领域就提供了新的素材，把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更加丰富了。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精神有物质性看成是个错的，看成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反应该看到它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之下来开展的对意识领域的研究。这个研究结果呢，再返回来
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充填了新的内容，又充填新的内容。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懂得我们党一再主张的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我们干什么工作都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那么主观能动作用是什么？主观能动作用为什么能起作用？如果我们能懂得意识有它一定物质性，那么我们再讲主观能动作用就好理解喽。现在西方这个哲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由，就讲这马克思主义他们讲唯物主义，实际上他们搞唯心主义，他们强调精神作用，要强调主观能动性。现在西方的哲学家实用主义的代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他们就讲攻击我们这个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是搞唯心主义，因为你不承认精神有物质性，那么精神就是精神，那么能怎么能变成力量，怎么能起作用？那我们那个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命题就不好解释了，不能从科学的高度去解释它了。反过来我们能够认识到意识的物质性，那么再看一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呢就好领会喽。意识本身有它的物质作用，能够产生力量，我们去把这个作用发挥好喽，力量就产生喽，对客观世界就可以起作用喽。这反而是使得辩证唯物主义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当中得到更加有力的这个科学证明，也更加使得它真正让人们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有了科学根据。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是这样去看它。我们讲到了意识物质性，大家要问了，意识物质，那么它符合物质定义吗？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物质是有一定的规范内容的。以前讲精神物质这两个是对立的，你前面讲了讲精神物质性啊，从这里讲了，那么从哲学高点，按照物质的规定性与精神符合吗？当然物质规定性，这个物质怎么认识什么叫做物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做明确的论述，他可以讲说客观存在，但是呢这个什么样的怎么定义物质，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不是非常确切，就是因为有这个不确切，所以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死了之后，科学向前发展了，量子力学长，这个科学前进起来了，以前说原子到了极点了，现在呢开始原子不是奇数了，原子里边还有电子、质子，从质子里边还有场，这么一来就是物质的观点消灭了，在哲学上产生危机。所以列宁针对这个问题，站在哲学高度曾经给物质下过一个这么一个描述，虽然不是定义，可是后人们都把它作为物质的定义来看待。他讲这物质指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范畴，这个范畴它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但是呢可以被人们的意识所反映、所复写、所认识。当然列宁在别的地方讲了，他说物质作为客观存在来说只表示着被人们的意识所感知这个特性，除此之外没别的东西，人们能够认识它，就是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当然这里边列宁这句话有人也资本主义国哲学家们也分析过，跟贝克莱那个存在就是被感知差不多一样，翻版其实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这儿不想多讨论哲学问题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列宁给物质这么下定义，它是客观存在范畴，独立人们的意识之外，能够被人们的意识所反映、所复写、所认识。我们现在客观世界里面无论哪个东西
你只要具备这个东西就行了。那个毛巾是客观存在，它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就是你意识什么样子会决定它。毛巾就是毛巾，它虽然是个独立的客观存在，在人们意识之外存在，但是呢，人们能够认识它，能够反映它，能够复写它，这就是物质。拿这个物质定义去看看意识，看我们人的意识符合不符合这个规定呢？咱们在前面讲意识可不可以感知的时候，我不举了那个例子吗？举了北京汪仲平的例子，也举了那个吉林市的王友成那个例子。王友成他可以把别人你想那个校长，东北电力学院郑校长、副校长，他想的那个内容能知道。当时那个校长他没想，他在想我下个礼拜去比利时开会，他这个意识活动是个客观存在，他独立于那个校长，他想独立于我们每个人的意识之外，他只是他那个校长他本身的主观世界，对他自己是个主观世界，但是对大家来讲他是个客观存在。我们在讲一元体的时候讲了，一元体本身它既是个主观世界，同时又是客观存在，就这么个问题。意识就这个样子，它对你自己来说是个主观世界，但是呢，你对周围人来说又是客观存在。你的意识不受周围人的影响，你自己怎么想怎么想啊，这是你的意识啊。但是呢，你的意识可以被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他能够反映复写认识，你要一想他知道了哦，啊，你想的是下个礼拜到比利时去开会，也不是可被人们所认识吗？这不就符合对物质下的定义了吗？所以这里面来讲呢，我们无论从哲学的高度给物质下定义来衡量意识也好，还是从哲学他们对意识本身论述也好，说在辩证唯物主义里边实际上没有反对意识的物质性，它是符合意识这个符合这个意识的物质性的要求。那他就规定呢，一规定哎，劝一下哦，符合物质的要求。讲到这个地方因为今天还有点时间嘛，我本来这书啊不想多讲，书写了就不说了，那就不说了，有点时间讲一讲嘛，因为不想多讲哲学。讲到这些问题，有人就讲了，平时我讲课也是提的最多的，就是那么哲学讲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个问题怎么办？那个精神就是物质，那么就没第一性、第二性分别喽？其实我们讲哲学里边第一性、第二性就是谁决定谁，是物质决定精神呢，还是精神决定物质呢？将这个决定和被决定来决定第一性、第二性。当然我们搞气功、搞智能气功、搞科学，这是毫无疑问的，物质决定精神，这个问题毫不含糊。说那么你这个精神是物质，它本身就是物质，还怎么物质决定精神呢？物质决定物质，这里边就需要把物质稍稍得解释解释。我们说哲学上说的物质是指的宇宙大自然各种客观存在，这个广义词，这都叫物质，一般的物质全称概念，一般的通称。讲的精神是物质，它这个特殊的物质，它这个物质必须由大脑皮层这种物质之后才能来产生出精神。它这个精神这个物质是在大脑皮层这种特殊物质来产生出来的，没大脑皮层产生不了精神。但是没大脑皮层以前，咱们宇宙都存在了，地球上啊那是所有东西了。那是人类产生以前，动物产生以前，物质存在了，但是还没有精神，就是认为精神决定物质。就一般的物质，一般的宇宙里边普通的客观物质来决定了这种特殊的精神这种物质，是这么个问题。这里边也并不矛盾嘛，还是这个物质来决定精神嘛。
只不过这个精神它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形式了，是这么个问题。精神这个物质不能和普通物质等同起来，如果把它们画了等号，那就要错了，那就要错了。那里边就是庸俗唯物论了，有庸俗唯物论了。这里边也正是我们要说的，有人讲恩格斯早就批判过庸俗唯物论喽，说把精神说成是物质，那个庸俗唯物论恩格斯批判过了。我说对，恩格斯批判是什么呢？恩格斯批判庸俗唯物论，批判的是他们庸俗唯物论，他们说大脑分泌精神就和肝脏分泌胆汁一样，那么人的肝脏能分泌胆汁，肝脏的功能分泌胆汁的，肝脏是个东西，分泌胆汁是物质，是唯物论。那么大脑呢就分泌精神，那个精神它也是一种东西，那个东西就跟肝脏分泌胆汁一样。他这么讲，在当时，在当时啊，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似乎是有点起点作用。庸俗唯物论呢，是在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他产生新的黑格尔派，也还产生庸俗唯物论派。所以庸俗唯物论他们就说呢，反对唯心主义似乎是有点积极作用，但是他这种讲法得不到科学证实啊。把脑子打开之后，除了脑细胞之外没东西啊，没那样胆汁那样的东西啊，脑子有脑脊液，那不是精神呢？脑脊液死了还有，他精神没有了。所以说把精神看成胆汁那样的物质。所以我觉得啊，恩格斯他批判这个东西叫庸俗唯物论，物质不都是这样的东西，它物质还有多样性呢。恩格斯讲了嘛，宇宙关键在于物质多样性呢。可是庸俗唯物论就认为物质就这么一种表现形式，就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才叫物质，这样把这个物质看法就庸俗了嘛。我们现在说物质有宏观的有微观的，不同层次的物质，有特殊的物质，有一般的物质，你都把物质变成一样的东西，那就错了，是吧？都是肝脏分泌胆汁，大脑那样分泌精神，那当然是错的。我们现在也是反对，因为它大脑这个精产生的精神不是那样的物质，所以我们讲，所以恩格斯批判庸俗唯物论是对的，是对的。但是恩格斯批判了庸俗唯物论，并不等于恩格斯否定意识物质性，因为恩格斯本身论述意识的时候讲了吗？讲了这个问题吗？为什么恩格斯不这么讲呢？说那些人纯粹谬论，为什么不说他纯粹谬论呢？而叫庸俗唯物论呢？就说明他是个唯物论。唯物论看来并不错，但是他是错就错在庸俗唯物论上。啊，庸俗唯物论上，庸俗了，把物质局限化了，他没有正确反映现实了。而恩格斯呢，他就讲意识也是物质运动形式，啊，也是物质运动形式。所以这里边恩格斯并没有否认意识的物质性。所以我们现在把意识这种活动拿到气功的高度来讲，它是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和恩格斯批判庸俗唯物论是不矛盾的，这个一点喽。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讲气功以后，讲到精神也是物质，有些过去人就说我们，你们智能功没搞气功科学，没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做指导，你们那个宗旨一开始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做指导，你们不是，你们搞的二元论。你们的精神也是物质，精神客观存在，物质客观存在，把两个客观存在了。我们说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我们讲精神是物质，物质是物质，这个一元论，我们是唯物论，宇宙是物质的，宇宙是物质的，宇宙统一于物质，我们是一元论的唯物论，而不是二元论。因为二元论他们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两个不相干的东西，这两个同时存在，
精神和物质这两个东西同时来创造世界，而使得世界发生变化，而且精神是关键。但是精神是不可认识的彼岸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物质世界是此岸世界，而精神是彼岸世界，不可认识的，这才叫二元论。所以我们承认意识是物质，意识有物质性，和二元论是绝对不相干的，而是纯纯粹粹的、地地道道的唯物论啊，唯物论。有人还讲，我碰到几个佛教界的人士，说老庞，你讲这个东西，我们佛教讲的一样。我说怎么一样？你看，你的精神是物质，物质也是物质。我们讲精神也是精神，物质也是精神，啊，精神物质一样嘛？哎，我说不一样啊。我说你是说精神也是精神，物质也是精神，你是讲精神决定物质。他说你别来回来去绕和啊，别来回去的绕和。你说物质也是物质，精神也是物质，都是一个。我说是精神也是精神，物质也是精神，也是一个。我说你说是一个，你认为精神是万古长存的，精神先有，精神决定物质。我们是认为物质先有，后有精神，大脑皮层一破坏就没有了，跟你不一样。那他们一听，哎，你这么说也是不一样。我说就是不一样嘛，就是不一样嘛。我说你看我写书的时候写了好多佛教的道理，这儿哪儿这儿说的佛教经典写了很多，我知你在佛教里边讲对立的那一部分拿过来用，你不对立我们不用。咱们唯物辩证法不是吸收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它那合理的随和吗？抛弃了唯心的部分吗？我们真正气功也是一样，对过去宗教里边很多的理论，他讲对的那一部分合理的东西拿过来了，但是我们把它气功科学化了，站在生命观的物质观点来去解释的，有天地之别，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是把那个头倒立，过去他头冲地的唯心的，我们是变成唯物的了，所以在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讲这些问题，我们懂得这个哲学问题喽，我们才真正要懂得我们智能气功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指导，研究一切活动一切工作都是如此，研究生命活动研究意识领域更是如此。如果我们搞气功不研究意识，那就不要搞气功喽。你既要研究意识，你首先就必须认为意识是可以认识的。你要认为意识可以认识的，那么它是什么？它就必须是物质的，因为它的规律，它是什么样的物质，解决它。只有这个样子，我们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去统帅一切领域，一切领域，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的领域。在气功这门科学上，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就必然犯错误。神、鬼、精神不可知。如果我们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认为精神是精神，不是物质，那么精神怎么研究？研究什么？有人现在讲，说研究他的行为，观其言，察其行。这句话我们说毛泽东早年讲，那时候讲是对的，因为那时候气功科学还没兴起来。但是仅仅从观其言察其行，言和行本身不是意识活动本身，言和行已经是改变了意识活动变态的表现了。意识活动啊，一想，比如说我这一想去伸胳膊，我这一伸，你觉得哦，你在想伸，但是伸胳膊的时候和意念活动不是一回事，不是一个东西。意识活动是意识活动，伸胳膊是形体活动，但是它受它的指挥了。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把一切生命活动一切环节都研究透了，也可以看到
通过意识活动来推测，通过形体活动，通过生命活动来推测意识活动。但是当我们把人的生命活动，人们的各个活动全部环节没掌握以前，那么你对意识活动就不能做出全面的认识或正确的判断。比如说一个特务，这个特务本身是个干坏事的，来破坏你的，到了这儿以后呢还假装积极，干工作也积极，干这个也积极，什么什么都积极。如果你要观其言察其行，还是挺积极的，但是这是假的，这是假的。所以这里边呢就容易错了，容易错了。所以这里边这个观其言察其行来研究意识活动不完全可靠。当然如果把这个特务的所有的活动都能记下来，他平时积极假积极，他以后给蒋介石给敌人一打电报，哦你也抓过了，哦是个敌人。但是你这个好东西你没抓到以前呢，你看到局部的片面呢，你就做不正确判断了呀。所以这个问题我们说，意识活动如果你要认为它没物质性，你光从观其言察其行，那是它的变态表现，而不是真正意识活动。这么搞起来，意识等于不可知啊，辩证唯物主义是反对不可知论，因为不可知论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的就这样的不可知论。那么你要不承认意识物质性，你不就是不可知论了吗？意识不可知啊，你可知，可知是什么呢？所以你只要不承认意识物质性，你不是不可知论，要不然就是唯神论。特异功能一般东西，搬过去了，搬过去了怎么办？你说不知道就不可知论，要不然不是物质就是神。你不承认意识物质性，很可能也导致有上帝的存在，有上帝有神。现在西方有些科学家，他们研究科学，研究人体生命科学，由于他们不承认意识物质性，到最后他们信上帝了，信神了。为什么呢？他讲的精神是精神，精神不是物质。那么这个力量哪来的？上帝、神、灵。这里讲啊，真理超越一步就要到的谬误上去。本来意识有物质性，你不承认意识物质性，那么你不是进入不可知论，就是进入唯神论。本来想维护唯物质的纯洁性，反而怎么样呢？走向了唯心论了。就是辩证法超过了一步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就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讲精神是物质的，对辩证唯物主义是有力的支持，使辩证唯物主义真正走向彻底的唯物主义，彻底唯物主义。当然反过来更主要的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哲学思想来指导气功科学的发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这么去认识它。所以我们讲呢，气功这门科学离开了哲学不能前进一步，而真正的哲学向前发展，它就必须要解决意识物质对立。所以我们讲啊，气功科学的发展，刚才我讲了，谈到了，它能使得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恩格斯啊曾经讲过，他讲说当人类合成嵌素，人工的合成，这个嵌素原来从植物提出来的，当人工能够合成嵌素了，人工合成了，嵌素形成了，这第一个人工合成的东西搞出来了，就把上帝推翻了。因为西方啊，他们认为说上帝创造一切，咱们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现在通过人工一合成，人工合成的东西了，说明就不是上帝创造的了，我们人创造的了。所以那时候恩格斯讲，人工嵌素的合成就要把上帝的避难所清除了，上帝不能藏着了，
你上帝不能造万物喽。但是怎么样呢？并没有把上帝从各个领域赶出去。这100多年来，西方科学那么发展，现在还有很多科学家去信上帝，什么道理呢？这个因为精神这个领域，辩证唯物主义还没占领，还没偏物质化。我们气功这门科学发展喽，真正能够证明、能够论述、能够解决精神物质性喽。精神有物质，好了，这个问题一建立，那才能够真正的把上帝的最后一个避难所给它清除掉，因为精神这个地方就是藏上帝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别处避难所都没有了，精神这方还给上帝还给藏着。上帝在我脑子里边，脑子就是上帝，你看上帝灵吧，上帝一显灵把这东西给搬走了，上帝一显灵给我灵感了，我又发明创造了，都可以说是上帝。但是气功学呢，对灵感我们讲了，对意识的物质性讲了，这么一来上帝就没地儿待了。就我讲嘛，真正气功这门科学发展起来，才真正能够解除神学的禁锢，才真正能够打破这个神权的统治性，才能够使得唯物主义占领一切真谛，所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讲到这个地方，有同学就问了，黄老师，跟你讲精神物质、精神物质性、物质性，它是个什么样物质啊？其实咱们在讲一元体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问题了，意识就是那样的物质形式啊，它在一元体里边的运动啊，一元体本身就是看不见摸不到无形无相的一种特殊存在呀。那个意识它是它里边的活动内容、活动过程，那讲它什么样活动过程啊？这个问题呢，就跟现在当代的物理学量子世界，说量子世界什么样子呀？量子世界里边，我们肉眼、我们普通的感觉器官感觉不到它，就是到了量子世界里边，用我们普通的判断形式、普通的逻辑推理就不行了。所以西方的逻辑实证主义啊，也是当代的科学或者是哲学里边的一个派别了，叫逻辑实证主义。它逻辑实证就要通过人们的感觉器官去感知，然后通过逻辑分析、逻辑证明因为事物的存在。其实我们国家的科学界基本上还都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因为通过人的感觉器官或通过仪器观察看到了，通过逻辑分析符合他的逻辑要求了，就是真实的。其实逻辑分析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点已经在40年代之后就开始在破解，到了60年代科学里面历史主义学派形成之后，那基本是以汉森和那个库恩他们为代表的了，那就把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学派已经博得体无完肤了。所以我们在当代科学物理世界里面已经是把逻辑实证主义那种论证方法把它驳倒了，而在人的意识领域里面呢，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大范围内和微观世界量子领域的那种特征有相同性。就是现在有人提出来个就是量子认识论呢，意识的量子力学，量子力学观点呢，就在意识领域的东西你不能用常规的那种经验那样的逻辑去推、去认识、去分析。所以我们论述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一点。但是我们气功里边有一个特殊性呢，就是通过练气功之后慢慢慢慢可以感觉到它。练气功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感觉，人的特殊感觉敏感度加强起来，
通过练气功来解决我们的感知功能问题，这样能够慢慢慢慢的通过我们人来认识意识活动的这种运动形式。我们当我们功能还没建立起来以前，你要想用普通语言来描述意识活动是不大好描述的，因为我们现在的语言都是任何语言都是通过很多的词汇概念来组成的，而这些词汇概念怎么形成的呢？都是建立在我们普通的感觉器官这样认识世界来创造出的语言，因此用这样的语言去形容去描述意识活动只能是打比喻，你直接论述什么什么样子不行。你看这个水杯啊，保温杯，这个瓶呢是个圆的，是个立柱的，里边有空腔，这个塑料的，这都是咱们普通的语言，这个东西都能我们普通的知识去证明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塑料用普通知识搞一搞证明出来了，这里是不是硬的摸一摸敲一敲证明出来了，用普通的经验能证明它，你的普通语言用普通的经验能证明它，而到了这个特殊领域你再用普通的语言来描述它就不好描述了，我们只能借用，借用之后呢你又没这感觉功能又体会不到它，比如说你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吃过，从来没有吃过芒果，以前不咱们文化大不是讲芒果芒果吗，你从来没有吃过芒果，要给你形容说芒果一吃的时候怎么甜怎么酸还点什么什么味儿，说的多么形象你也体会不到那个芒果什么味儿，因为你也从来没这个经验啊。说一个苹果，找一个新的品种的苹果，可这个苹果呀跟那个香蕉苹果跟那个红香蕉苹果味儿差不多，就比那个味儿多这么点怎么怎么情况，说半天你同样还是不知道那个苹果什么味儿，因为你没有那个经验。就好比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瞎子，生下来就瞎，你要跟他说哎呀这个礼堂里边，这个礼堂里边前面那个幕布是个淡青色的，那个幕布是个深绿色的，你跟那瞎子说他不知道什么深绿色，生下来就瞎，他从来没见过什么绿什么淡青，你给他怎么形容也不行。我讲科学点，那个青那个光谱多长，那个绿光谱多长，同样没用，同样没用，他没这个经验，从来没有经验，你要说什么样子说不出来。这那怎么办呢？我们给他打比喻，你说意识什么样子，我们讲这个意识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活动，这就是从我们气功学里边需要建立起新的科学内容，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现在科学已经认识到宇宙里边万事万物有一种实体性存在，有能量质量信息三种特性的实体性存在，可以说从电子以上吧，电子也可以算，如果说得更严格一点从原子以上，因为电子嘛它这个还可以，它电子和这个场它是同一性的，在量子家族里面它都是粒子和场波粒二同性，如果那么实体性物质严格说来原子以上，原子形体，原子以上，这是一种物质，这种物质有质量有能量有信息三种。再一种情况呢，场电场磁场引力场咱们电磁波，这电场磁场交替变化，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呢不具备实体性物质的特质形体了，它主要能量和信息，能量做载体信息传过去，它就是那个质量，它的质量处一个隐态状态。当然说现在电磁波现在讲有非常微量的质量，也有非常微小，现在的理论物理学家来算这个问题啊，电磁波也是有质量的，非常小啊，非常小，
你有不然的话，像量子力学里面你讲它这动量范畴，电子波，因为光也是电子波，光本身动量的时候它就不是零质量了，有非常微弱的定量啊，那么电子波就应该有质量了嘛，所以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啊。但是呢，它质量那个值是个隐伏状态，主要是能量和信息它们的这么存在形式。咱们现在的科学也就认识到两种物质存在形式，咱们的电报、电磁波啊，光线加个载体，载体加个信息传过去，这都是属于通过一定的能量把信息传过去。在气功学里边呢，它还有一种，就是呢，能量也不明显，就是以信息为主要存在型的物质。现在这个东西科学还没查过来。从气功学，我们气功学来讲，就是因为意识活动它里边就是能量、质量都不明显，而关键是意识，关键是信息，意识活动关键是信息。大家讲现在科学解释不通啊，现在认为信息没有脱离开能量的信息啊，信息必须通过一定能量做载体才能传播出去啊。那么这个意识就是以信息为主要表现，怎么讲呢？咱们现在可以分析分析看啊，分析分析看。我们一说这个杯子是客观存在，它是三个特征：质量、能量、信息，三个存在，实体性物质。但是它当一作用到我们眼睛的时候，一看到它，它的质量就不显著了。它过来的是光线过来的，光线过来的，这光线把它的形象、色泽、这个结构、相位放在眼睛里边的，它这里边有能量、有信息，有能量信息，这样把它的质量抽掉了，能量信息一作用到眼睛，作用眼睛通过视神经，视神经呢，这个能量给那视神经一刺激，变成神经冲动，换到脑细胞里面去了。到脑细胞里面，这个能量再一转换，产生兴奋。这个兴奋，再反映到原体里面去，还是有个形象，还有个形象。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传过来，能量传过来了，能量传过来，信息传过来了。但是，一旦我们脑子里边把它再一抽象，抽象成这个杯子，一抽象杯子的时候，这个杯子就这个它原来传过去的这个杯子的光线，它形象、它信息，那个东西那个能量就没有了，它的信息把这个信息就凝聚到杯子里面去了。杯子叫概念，这是也是个信息量了。所以到那当那个杯子的形象传到脑子去的时候还是有能量的，当一抽象把能量抽象没有了，光剩了信息了。所以脑子里边当一杯子运转，说这个杯子的概念实际是个信息，里边没有能量了。所以说我们讲意念活动实际是属于一个信息活动，它能量质量不显著，而是以主要为信息的。当然不是说能量质量一点没有，就好比那个电磁场电磁波里边，它里边是以能量信息为主，不是质量一点没有，是这么个意思。它处于隐态状态了，所以意识活动它关键就是一个意识这个信息活动。但是这个信息它可以凝聚成能量，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了，能量一凝聚能凝聚成质量，就爱因斯坦质能关系式啊，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那个关系式，就是质量，就是能量一凝聚，能量凝聚，凝聚以后成为质量，所以质量是能量的凝聚态。那么在气功学里面呢，这个能量通过信息可以把它聚起来，意识可以产生能量的。意识本身，它本身的时候能量是不显在的，但是它一活动，可以凝聚出能量来。在这一点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喽。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气功师隔着几千里这样一想那个东西起作用，这个意识它能够凝聚能量，
不是意识本身是个能量。比如说，如果意识本身是能量，我从这儿一发劲儿，发到北京去，从这儿一条劲儿，这个样子，直到北京，呜到北京去了，跟穿汤葫芦一样，穿上的是谁？能那样吗？实际上做气功试验都不是这样。意识本身它不是能量，但它有定位性、选择性。他说给那个地方做试验，好了，一旦一想着啪到那个地方起作用，聚成能量。这么个问题，远程试验、遥感治病，都是要发挥意识它本身来聚合能量，到了作用点才起作用。这个意识它当然说现在是有没有个特殊载体，特殊载体现在你还没发现吗？我们就是从气功高度讲，就是一元体算不算个载体，现在咱们还不好说，因为一元体和意识本身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当你有精神活动，它这个一元体本身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讲啊，就是意识它是这么一种特殊物质啊，就为了让大家更好的领会这个意识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或者打个比喻，咱们现在同志们都搞电磁波，接个天线，用收音机收电磁波。这个电磁波怎么产生的？不就一个微波天线，电台属于微波天线，强弱的电流往复变化，一响一转，一响一来，然后再变。这个微波天线里边这个电流变化，它这个变化是个电流，可控制的。电流一变，从微波天线里产生出微波了，电磁波就产生出来了。微波天线里边的电流变化和外面产生电磁波，它们这个因果关系，它这变化产生电磁波变化，但是电磁波和微波天线里边电流不能画等号，不相等，它们有直接来源关系。所以我们从接收电磁波的时候，用个仪器把电磁一接收，又变回来变成电流，一强一弱，从电流再起作用变回来，我们再收起来，再变过去。而这么个问题，我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让大家明了，我们人的意识不是简单的脑细胞里边脑电变化，因为当代科学技术手段已经可以来察知脑细胞的生物电变化了。因为产生意识活动的时候，脑细胞要产生生物电变化，脑细胞有物理的，有化学变化，但是这个脑细胞的理化变化不等于是意识活动。我们在讲一元体的时候讲了一元体和脑细胞、脑神经它们的关系了，所以意识活动它是直接于来源于脑细胞，脑细胞它又是受到外界客观物质的刺激。一个没有脑细胞不能产生意识活动，但是脑细胞的物理化学变化不等于意识活动。就放在我讲那个微波天线里边那个电流，就相当于脑细胞的那个脑电。我们这个电磁波要打比喻，就好像一个意识，脑电波脑细胞里边的电流变化、物理化学变化不等于外面这个电磁波的变化，它们的规律有的地方有相同地方，但是它不相等啊，因为那个电流强弱，这个电磁波也会有强弱，电磁波和电流不是一个东西，不能等同啊。所以我们讲了这个问题啊，就让大家领会意识是在建立在大脑皮层脑细胞物理化学基础上的一种特殊的运动方式。说你这么讲啊，似乎也听得懂，不过这个问题的话呢，我这个讲法，我下面举脑电波那个跟这个电磁波，脑电电磁波这么打比喻，这是我讲的，不过这个精神这不是我说的，恩格斯早就讲了这个问题。恩格斯讲说有朝一日，所以将来科学那是他讲科学发展有朝一日，终究有那么一天能够把意识活动还原为脑细胞的物理化学运动。说科学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了，把脑细胞研究出来了，意识活动跟脑细胞的物理的电的磁的化学的里边各种生化还到这儿来了，有什么活动要其中变化，
这讲这个，有朝一日能把意识活动还原为脑细胞的物理化学运动。下面就说了，说难道如此我们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所以说，你即便是把脑细胞的物理化学的研究很透彻了，同样还解决不了意识问题，因为意识问题和脑细胞的物理化学运动不能画等号，不能画等号。所以我们今天讲啊，后面讲了点儿，讲了点意识活动，也从哲学上啊这边讲了讲，这边谈了一下。这样就是呢，就使得我们同志们将来到各个地方教授智能气功，首先我们要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来站住脚，来论述它。如果不然，你一说我们说几句你就没话说了，一说你搞唯心主义你就害怕了，你给别人一搞强调精神作用就害怕了。其实呢，我们恰恰是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坚持了马恩列斯毛的他们的哲学观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希望同志们将来到美国这么去讲去，那个小平同志讲的，按照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这邓小平同志这前几天讲的吗？情况什么变呢？他那讲国民经济了，我们是讲的讲科学，到了人体科学了，人体科学了，科学也在变了。那么你好多问题就必须来研究，用哲学的观点来研究这个科学，来指导这个科学，使它真正变证唯物，唯物主义化。所以我们气功要想真正发展，就必须哲学科学结合到一起发展下去，是吧？我想今天讲课嘛，就讲到这个地方就完了。